亚洲第一档。今年我们要推出全新的 X60 系列，包括了 X60 都能够达到防守阵的最佳效果，当然还有许多拍照的玩法，刚刚 Nick 都介绍过的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你可以拍一点晚上的活动。所以你要送我一台新的？对啊，送你一台新的。哇，这可能是全台湾我是第一个拿到，你是第一位，对不对？生日快乐，娇娇。怎么解也可以帮你一手掌握，请大家多多的利用试用。KTV 吗？对啊。你就生日的时候，对对对，是，哎，他那天人缘很好，哎，他总共收到了五束花还有五个蛋糕。我说，然后他就还亏我说，哎，好像比你气魂收到的花还多，比你手印收到的花多。我说，你很小。招牌歌是什么？哇，他很多哎，他连那个英文歌都会，然后蔡琴的歌也会，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唱很年轻的歌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好流行哦。希望我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然后希望姐姐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再来一个，他就自己放心里，我不知道他许了什么。你找一个找到好对象。我觉得他才不会，他可能是说，希望我自己先嫁出去。他对对，他担心我的啦，他。什么？他不会关心？这方面他放得很开。放得很开。